王爷，你还好吗？你觉得呢？臣妾觉得还行。还行？看来风来一为了勾引他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。送小世子小郡主回去，本王跟王妃有事要谈。是。谁也不许伤害娘亲。小世子，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参与。倘若是你娘亲要被欺负了，你也能不管？小世子，属下是孤儿。那你就去问问有爹娘的人，这事要不要管。你不许欺负我娘亲。莫奇渊垂眸看着不及自己腰部的小不点，抬手将枫叶拎了起来递给青羽。我不要。枫叶眼看着莫奇渊要发作，小白菜呀，风摇小机灵，见哥哥为了维护娘亲做努力，黑葡萄似的眼睛眨了眨，也跟着行动了起来。小白菜呀，两个小奶娃被青羽抱在怀中，一左一右的哼唱讨伐，就像是两道魔音同时对莫奇渊发射了攻击。莫奇渊好气又好笑，太阳穴突突的跳。行了，本王不会伤害你们的娘亲。啊，爷殿是男子汉，要一言九鼎哦。青羽一走，风兰依旧自觉地等待着莫奇渊的发作。今日你进门时，本王是如何说的？禁足。王妃既然明知故犯，如此喜欢散步，那就去教场跑30圈，没跑完不许睡觉。王爷，30圈，臣妾会累坏的。多说一句，40圈。好吧，只要王爷高兴，王爷能消气，臣妾做什么都可以。